你明明可以从他进监狱，却压下了他的证据。现在好了，他不但嫁给了一博，还拿到了来世的股份，连两个大男人被他一个绿茶女玩的团团转。真行！兜兜转转，还是一家人呐。南彬所，秦氏就算拿到了这笔钱，可不一定有花这笔钱的命。看我救助秦江河先生，早日失去翻盘的机会。你这有娘生没娘养的小贱种，在这吼什么呀？有在这猖狂的时间，还不如给你那死鬼老娘叫回去。